想回家。老样子，麻烦你了。好久不见，今天的口味可还满意吗？啊，当然了，一来可好？平稳过头了，您和将军太久没来，我还怕手艺差了没人发现呢。虽然餐馆经营起来了，但懂得这口味的人实在不多了啊。没办法，时代变了，我们都老了。唉，苦就苦在啊。人比回忆老得快多了。爷爷，别看了，这里的火车到不了老家的。唉，爷爷，时间不早，我们趁转凉之前回家吧。唉，这里的月亮总是不够圆啊。